请所有人员勿在现场逗留，你们是违法的，离开管制区。你们是违法的，若坚持不离开，你再喊也是违法的。本处将依行政执行法违宪的啦，第三十六条规定，予强制驱离。考虑到在昨天下午就有民众先去抢，所以这部分我们为了要减少这个冲突，以及衍生一些社会成本本次采取活动取消。目前整个台南计划的一个拆迁作业只剩下受益人那这一部分我们会在这几年来，我们也持续在跟他沟通。那目前只在我们会跟市政府这边在跟陈嘉文在沟通。